六次坐的位置，他们到小舞台的时候超近，五官很清楚。看，看，他一包里面有三张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三三三。豆豆豆出国。每次到大阪之后就都会这个画面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类似休息室的地方盥洗一下，现在早上6点多，快7点而已。本场最紧张的时刻。这里 H8 列七号。哈 ？H8。1、2、3。我们放完行李，现在要去的是梅田那边有摩天轮，每一个都是人等。我们上次是整圈都是哎、欸，楼下有一些联名咖啡厅，然后。会有一些特点之类的。我先看你表情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想说，不会今天是85分呢、欸？拿出来哦。好。这是。欸、你真的很常抽到小黄，你要靠表情吗？你老公，你老公，你真的要嫁给他？我这次换嫁给他，老公。我这次换嫁给他，我这次换一直抽到他。对，我就很紧张。OK， 哎、欸，我们上次在韩国拿一样，先缴完再还，然后再吃蛋糕。哦，好丑。The table ready go。谢谢阿星四，阿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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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三，妹妹妹妹妹妹。我们在玩那个凶星，我的另外一半测出来是土星，嗯，你是火星，嗯，然后刚看一看就火星，感觉跟 X 公司比较像。这个吗？下巴很宽，没有，他其实跟他说我都蛮，哦，他都长这样，普通的。哪一个是火？真的是比较尖呢、欸，是酷酷的类型没错、欸、我觉得好像上来比较像水星、欸，还是 Dino。蛮快的啊，舒啊，是舒啊，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远处的人形立牌哈、哦？就是长得跟首尔快闪店里面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拍过了。有了，小布，不可能整栋都是哎、欸，这情形是怎样啊？怎么又那么刚好遇到？对啊，我们没有特地找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个集章店，就在 Breeze 那边。可是我们现在要进去的地方不是 Breeze， 因为呢，我走到一半发现。有宝可梦中心，不可能直接走进去，不可能。一点就是这样，不可能一进来就抓了一个东西。下一个集章点，促进观光财的部分。他写隐藏的方法，啊，好可爱，可爱哦。我们现在来到。沾一条后径，这边有蛮多的集章点，然后顺便在这边吃的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去现场。
们集完了11点之后呢，就决定来休息，找东西吃。可是这新街桥附近人真的超多，我们就找随便找一个美食街来吃这样。不可能来日本第一餐给我吃韩式料理。哦哦，有哎、欸，哦，它是一个贴纸哎。哦哦，呀呀呀，想怎样？想怎样？太扯了吧！先去领我早上在 River Shop 上面预约的东西，领取还蛮多柜台的、啊。我刚刚抽了两个 Vernon，、一个吹唱者，一个金牌，是不同张啊？不同张吧？不是，你两张吹唱者都抽到。我是不是说你这次来就是吹唱者之旅？我是、欸。我是不是跟你说？哎、欸，老公 ，Dino 之旅，我是 Dino 之旅，一二三，啊，好喜耶！三款，我刚看到颜色觉得三款，哎、欸，这是 Kara 的三，哇，哇，哎，你还没重复哎、欸，重复，一二三，哎、欸、，Dino 那不同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三，哎、欸，我的是另外一张。你还没有重复，哎呦 ，Dino 重复一张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小巴，我就说我小巴越来越多，我没有买到小卡，对啊，北啊 我自己买了八张，一二三，哎、欸，虚瓦虚瓦，啊，我好想，好多，看，那个包里面有三张，那我好像可以分你一点呀，太多，那你可以送我三份吗？一二三，进来进来进，酷酷。我买太多哎、欸，真的买太多、欸，八三二十四，买那么多干嘛、啊？二十四，横的哎、欸，还好横的，太好看了，好好看哦、喔，完全不是，小包真的蛮多的，哎、欸欸，这包反而 Dino 很少，我们还有三包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到底要买多少啊？哎、欸、，Dino 这个，你哪里有吗？说人人道、啊。你以为我不会来？这张重复，这张重复了。哎，小八，小八，小八，各种抽到啊！这重复了，这重复了，这重复了。OK OK， 这好像也重复了。没有鸡皮疙瘩，有后戏。哎，等一下，第一张也重复了。文具会是不是好像也有重复？有点忘记。超红，超扑克牌，都干嘛？扑克牌，不要，不要。好开心哦！这个是换过的了，换过的，换过的，这样就变没有重复的。对，我把我的两个小波给。八点四十，全靠折脸。崔胜哲今天到底要多帅、欸？正式宣布，我要成为崔胜哲的老婆。没有变形哦，明奎是男朋友。而且我们这次坐的位置，他们到小舞台的时候超近，两线道，两、哦、线道过马面，这样子，五官很清楚。然后他们会转过来跟我们挥手。我被崔胜哲容颜震折。文具会真的好帅。一直转过来，我每次都被他宣传、啊，每次看都被他宣传，而且因为他会一直转过来，然后跟大家这样挥手。对啊，他一直挥手。啊啊！你去转两次。我们喊不了那个 Adjunice 了，每一间都在大排队，我要随便找一间别间的来吃，折那么一封，我在现场封到也封到不行。他们两个很常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有 team 的前两首，有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在内场，然后我们在小舞台的大概第六排的位置，所以我们是只距离六排。然后前面就是小舞台，所以离他们超级近。他们只要来小舞台，基本上就是背面，有好几个成员会一直转过来，像是那个崔波能，然后文俊辉也是，文俊辉，可是他其实本来就是他会整场绕场，那个后期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这样，然后吸引他注意，对，吸引他注意，然后文俊辉过来的时候就是。比较常过来我们这一区的是崔胜哲、静汉、温岭、温俊辉、这几个好像就常在我们那边，很漂亮。人近看五官之后会觉得就跟温俊辉一样，更加一层。对对对 对，本人更精致。温俊辉又长得怎样？那个头朝过来我们这边。崔胜哲本人是真的，真的有又更帅一点。尖圈啊，看起来有点 emo。他一开始是。
你知道他每天都会哭吗？对啊，什么？但是 DK 就很开心，快乐小狗，他一直这样，一直闹，一直闹。我没有猜中，你猜中。我说他们今天该不会给我蜘蛛蜘蛛吧？意大利，你今天有大哭爆？你要多 F， 黑奈奈也哭，东方那块，对，东方那块也哭 ，Oh my love 也哭 ，Hip-Hop 听力刚出来的时候我也犯泪，因为他们会一直朝我们这边，我是很兴奋，聚精会神，然后帮装在这里的。李灿真的很帅，他真的很帅，不跟我老公，喝汽水啊，但有酒啦，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好像真的是汽水一样。他现在心情非常之好，真的太好了。我希望徐华，徐华也可以心情好一点。冷餐大于今天，大于冬天。哎、欸，魏源团体气氛真的是太顶了。真，因为那个无人机，无人机真的是直接打趴全部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这辈子都到70岁都在跟真的是一起唱歌。我还去澳门嘛，那澳门是只有花车过来的时候才印象比较深刻，但前面吃的是我他妈什么都看不到，因为我自己是在一楼。就在一楼有一个，我们第一次大阪就在一楼，你一直忘记哦。后面一楼回音很大，然后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如果是不是放歌曲，是讲话的时候有一点会叠音，会，然后就听不清楚到底在讲什么。你们知道我们明星去哪里吗？大阪环球影城，疯了。不可能在这种天气来环球。再次来环球人大原因是因为呢，柯南的各种特殊设施。可是今天天气真的太烂了吧！我们现在先排一下小小兵，因为小小兵现在好像只要45分钟这样。哎、欸，是复活节、欸。到底在可爱什么呢？
到一个危险的地方了。看这里是什么？太漂亮！那个是想怎样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今天最主要的东西了，就是密室逃脱。我们要来血池，我们上次上一样。我们最后是 S 级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啦，有血池了，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小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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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血池成功。一开始想说我们好像有点聪明，然后他出了问题，对，好像真的答对很多，结果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到最后一关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差一点点，我们真的差一点，没有，下次就是直接关那个最高了，不是，已经不错了。你知道我们最后第几名吗？第十四名，然后我们的 team 名称叫什么呢？是 Karen 九十五 S 之类的，他可能是几句，满分不是一百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比较好玩，主要是用英文跟中文的话，就会比较可以回答得出来。剧场真的很赞呢，声音很像，然后装扮很像，然后柯南出现的方式每次都是各种惊艳这样。然后呢，今天有基德，很赞，推推。好了，柯南的最后一个了，是 D Life Show， 铃木集团，哎，要被炸了吗？哎，看起来不是很聪明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、Spot。哎，购物区这边东西才看起来比较多啊！下哎，对啊，为什么有点 Q 啊？这你偷来这里约会哈？你给我吃哦，秋罗斯是鸡腿啊，哎。吊饰，工藤新一的家，可是它好像也太大了，对啊，太美了吧！真的可以变身这种材质的耶，毛毛的这种，它、打开变这样。一二三，不行，新一新一新一，这会有小卡吧？小卡、二三，那就是我的了。谁？怎么？不可能！柯南，等走谁？柯南，终于，没有，可爱，他去那个，他去搭那个。我们从环球出来了，我们环球根本没去哪里。要去的呢是 Seventeen， 这是一个活动叫做 Fan Party， 然后他是要事先买票的，然后他里面可能就会播 MV 啊，放歌啊，在那嗨啊，吃东西啊，反正就是一个 party 的地方这样子。这张，太刀了。
你好丑，你好丑、哦！九号、十号，我要疯掉！我想吃狗狗。三，崔小波。一二三，父母赖，你整到他父母赖，你整到他父母赖，整到他父母赖，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哦。对啊，不可以换啦，不然你只有两张，你真伤心。这一你金米葵一周入魂哎、欸，前几张都没有。对对，最后要出现一下了，要出现一下吧。给了两张贴纸吧，贴纸吗？啊，文俊回忆，文俊回忆，谁谁谁谁？小波，小波，哎、欸，我也蛮常抄小波的。小波的，哦，还有这个。刚好是 17，我们刚刚的点餐机上面出现三碗我们根本没有点的乌龙面，然后还有一个空的啤酒杯，生啤酒倒在旁边，洛梨里面有洛梨、啊、大力哎、欸、是谁、欸、是哎、欸、没事哎、欸、你是上哪对啊好可爱哦、喔！你好奇怪，没有，这是以前那个拍照拍大头大头贴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那个 Seventeen 的博物馆 Museum 2024，去年也有去，你记得吗？就是有那个戒指，每次三个人戒指那里，那个也是 Museum。这次的呢会很多。完全是新的造型的周边。要把撕烂，先，我得猜静汉或是小福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第二个机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买了三个小相框，我有交换的机会了。谁是？好漂亮哦！哇，都
狗狗米，三个的狗狗，大耳狗跟两只大狗狗，地牌第一个。哎呀，完了！最后一个了，三，三三三。天哪，好难哦！白色的里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可能？我本来没有买。走走走走走，进进进！哎，好紧张哦！对对对。真的我不用跟你换，我自己就有了。三三三，转转转转啊啊！好好看啊！张有重复吗？不记得。三。真的同一张。三。完了，这张有吗？我真的不记得你抽了什么。我真的不记得我抽。我只记得我的。对啊，还可以多就这样子哎。哎，等一下啦，要几张？重复了啦。哎，这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又是绿色。对。哎，要抽几张？要抽几张 Dino？ 深呼吸。哎，Dino一直出现，就很热哎！哦哟，哎，这是重复的吗？是不一样？我不知道啦。啊，好帅哦！啊，小波，啊，哎，这张我确定没有。哎，漂亮！哎，啊，一二三，啊，就。来日本必吃串赞，推荐七个组合加这个牛筋，好吃到不行。九个啦，哦，九个，不好意思，厨具有问题。